그래서 얘랑 라인전이 땅! 오야! 누구야? 꽁샤. 我是哥 你安尼是好咪可嘞 虽然吴静宇今仔目睭看无，啊，不过恁两个人的爱情是惊天地泣鬼神，无人会当甲恁拆分开的，所以你就放心，好好做你的新郎，把吴静宇娶转去，我是真心祝福你，有情人终成眷属。Merry Get Home， 静宇，已经把路给刷开。 吴静宇出意外哦，安尼唔就代表圣贤哥边仔的位置阁无人啊？天公伯，我就知影你上疼我，才会替我甲吴静宇收走，物归原主，完璧归赵。你莫操心，好，我走。 就算吴静宇找回来啊，咱嘛已经柴米油食饭，注定一定要结婚的。 静宇，你莫误会，我是想讲替你把衫脱掉，安尼你较好困啊。静宇，你总算是回来，你应该袂快活袂回去求伊对吧？你应该袂因为安尼离开我对吧？伊竟然把我当作是吴静宇。 圣贤哥真正有够缘投的，风度翩翩，规个人拢是贵族气息，这种气质，这种风度，是啥会当记住啦？哎呦，哪会有人生到这么好看？不管是徛咧还是倒咧，拢这么赏心悦目。 静宇，你们抓我！静宇，别惊，别惊，吼，有我伫你的身躯边。你哪？啊！我哪？ 阿妹，你足热情诶，唔只会当困到遮尼露面。
你应该无甲咱们的代志放袂记啦吼。我可怜，我可怜，这一定是你做梦吧？那是做梦，我就是你的梦中情人哎。咱们我看你这么艰苦，我看了就不甘的，所以。你给我点去！信贤哥，你哪会洗身躯洗这么久啊？你看这的物件拢送来半工啊，咖啡拢冷去啊！别过来！我早暗见你好冷，你竟然！我拄只洗身躯洗够较久，嘛洗袂清，伊种阿杂，你竟然敢对我做出这款代志！三妹明明就是你心主动的啊！我再讲，这种代志啊，不是我一个人就有法度做的，那不是你愿意，我就……好啊，别再讲啊！我心内根本就无你，你莫抓准你用这种方法来接近我，我就会接受你啊！我知，我知，我心内有站站。我甲你有过这段，我就心甘意足啊！我知影你心肝内上要紧的是吴靖宇，虽然伊已经死了。你等下，伊无死。我一定会找到伊，一定会平安回来。对对对，伊一定袂死，一定会平安回来。啊，不过在伊回来之前，我会当代替伊照顾你啊。无可能，你无可能会当代替伊，而且我更加无想要看到你。谁讲我无法度代替伊？昨暝唔对。你莫阁讲啊！你做出一款未见人、未见笑的代志，你想我是当作什么代志拢无发生过？你若是敢对任何人加讲一个字，我绝对袂放你煞的。我袂讲，我袂讲啦，我答应你，这是咱两个人的小秘密。你这……叫你拍下手，啊！不过信贤哥哥，你别跟我讲啊！你竟然对我，好 man 哦！对不起，霸道总裁赶快，白白是呛虾，哪会气质差这多啦？老婆，我知影我最近较无闲啦，啊，你嘛知影客白今仔当咧飘风头。阿娘若是无伫个，伊下骹遐个鸟车就想要作怪。我嘛咧无闲，客要交我个事业，也阁有按来伊遐个细汉，煞无去顾虑着你，是你啦。今暗我陪你，好不？唔免。我是想讲，你爱以事业为重，客要甲这么大个事业交予你花，你唔着爱好好表现，袂当予客要失望。啊，你就唔免烦恼我，我会家己照顾我家己。哦，无喏，我顾事业以外，我的家庭嘛是爱顾啊，而且厝内底的代志我嘛是爱做。还佫我一句无甲你。我足忝的，我昨暝无睏好，我先来休睏啊。老婆，无你先去睏好啊，我刚刚回来，我才带你去买包包，还佫买新衫。而且我是说订一间五星级的饭店，咱两个后底在。哦，你真正足烦的，我就讲我足忝的，你莫阁怒啊，好无？手机也献给我，想做怪我看。
这什么意思？今晚是安怎？讲啊！对，我昨暝甲吴信贤困做伙，你问这要创啥？你是不是袂记得？你是我的老婆，我的人啊！迄拢是你家己想的，咱也无交往过。我佮伊的人，自头到尾拢是信贤哥。五年前你讲你爱我，你真需要我，我佮替你担罪，你讲伊会伫外口等我。就迄当阵，我走投无路啊嘛，要提家呢。一个人甲两个人，当然是一个人去就好啊。这五年来，外口的社会变化足多，我嘛经过足多无同款的代志，咱两个人的想法已经无同款，已经愈行愈远啦。只会当讲缘分尽啊啦。你莫甲我讲，你五年前就已经开始骗我。我无安尼讲哦，是你家己想的。哪里讲啊？我要听你亲嘴讲，你是不是五年前就开始骗我？你就安尼讲啊，我阁会当安怎？你莫阁一直五年前安怎好无？较早的人做兵两年就互人兵变啊！你五年，你伫内底五年，我拢无交男朋友，已经足对得起你啊，好无？你五年来拢无交过男朋友，那安尼就证明讲你对我是真心的。要毋过，你是安怎会到吴先生安尼啊？是不是吴先生把你欺负？我来做伊算账，今日刚生兄弟的查某人，我绝对要让伊死！无人欺负我，我甲信贤哥是两情相悦。对，我爱着伊啊！我伫咧你毕业无外久的时阵，我就爱着伊啊！这就叫做缘分，是天注定，你较认命的啦。咱两个自细汉到顶大汉的，我为自细汉嫁你到今嘛，结果你等我五年，咱就要结婚的时阵，你煞变心吗？我知影，你是不是不确定你的未来，所以你才会去爱着吴先生。咱即马来登记。我跟你结婚，我会给你安全感。走。我才不爱跟你结婚，我甘愿做吴信贤的小三，我嘛不爱做你的老婆。你看啦，你就是安尼这么粗鲁，又是婚又是酒，你身躯顶的味，我阿娘歹听，我就莫讲啊。你的体贴拢是你家己想的，你根本啥物拢唔捌啦！人信贤哥咧，信贤哥伊有受过好的教育，人身躯顶迄是啥？迄是气质。我甘愿对着伊的身躯边呼吸上流空气，我嘛无爱对着你的身躯边食臭小的味啦！你的出生头啊！我替你打嘴，你现在变来定害我。